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1694期的节目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老物，2011年的时候真人电影第三集 Dark of the Moon The Last Cruise 的煞车。煞车在第三集电影没有登场，但是在漫画有出现。它是被御天敌呢在杀死铁皮的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给做掉的啊。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，当时真的是山鸡没有人要啊，还有他的一个双胞胎兄弟泥党啊，两个的就是摆在架上一直都没有人买的。那时到今日的话呢，这玩具也变得很抢手了。这是我前一阵子收到的一款二手啊，没有盒子，没有说明书了。那么手臂这块部件是不是变这样子啊？我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感觉这样是有点松动啊，而不如就把它放成这样就行了。那我们先对比一下它跟第二集的时候的模具，两者的话呢，在零件数上呢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别。第二集的玩具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啊，然后分件啊各方面，甚至连配色的话呢都有了很大的不同。这一次的煞车身上以黑色的话呢，反而变成它车子的一个主体的一个颜色。那整个玩具呢是全部重新设计啊，完全没有任何相似的一个地方，几乎是没有，变形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了啊。那我们单独来看一下这款玩具呢啊，首先的话呢，它的背包这个部分呢，我看了一下好像没有办法扣紧，而且它这里这个 C 型扣比较容易去掉啊，这一块这个车的这个板子啊，这里是没有打铆钉的，这边啊没有打是容易喷掉的。那它身上有一款这个第三集的时候的这个轴动武器，轴动武器就是说你这样一推啊，它这个会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关，那握在左手右手都是可以啊。一般来看的话呢，我都是看他们是啊网上宣传图都是握来这只手，但是这个球形关节是比较松了啊，所以我就暂时把它先拿掉好了。那这个球冠其实都是可以再加强的了啊，包括这一代的这个球冠都是可以再加固的啊。节目录完之后的话呢，有空档我再把它给弄好吧。那它的细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。首先它的一个面条是做的非常的丑啊，不过这个人物本来就长得丑，那两个眼睛大小还不一样，还有一个像一个哥布林一样的这个大耳朵，像地精一样的一个耳朵，它是个球形关节。手臂的话呢有内外搓动啊，这个往外搓还是往内搓，这个我没有观图，但是我觉得往内搓进来啊，这样子的话呢比较有机械那个感觉哈，好像没有，然后往两边稍微搓开一下。那手臂的话它是长出来在外面，然后可动就从这个地方做一个360度的转动。那这个360度转动基本上是做不到，因为它最多只能转到这么多，往后的话最多也转到这么多。那手臂的话呢，这里胳膊这个手肘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手腕的话无法转动，两手是一个不对称的造型，但可动基本是一样的。那腰身的话呢是卡死没有办法动的，膝盖的话呢往后动是做不到的啊，只能够这里卡住了，只能往前变形的时候需要的。那它有一副巨大无比的脚掌，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脚掌的幅度，脚掌的前后延伸的范围比它的身体几乎是一样大，从胸口到背后脚掌差不多是这么大，所以这款人物的站立性是非常好的。它的脚后跟单独有一个关节，这个关节的话我建议把它弄成像高跟鞋一样，这样人物的站立会比较好看。如果你把它压到平的话呢，我觉得人物的一个重心会不太好，所以你可以把稍微后面调高一些些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煞车的变形过程啊。首先的话呢，这个背包的部分呢往旁边拉一点点，然后把整个胸口呢从这个地方往上面提起来啊，把这个地方给解锁。它这里有两个凸，它是扣，这里有两个洞，先把它给解锁解开来，整个空间都给调开。然后呢把这个脚的话呢从这个地方转出来一个角度，然后脚后跟收进来，从这边再给各位看一下，你看一个角度推过来，这里推过来。两腿的话呢可以先做个合并，它合并的卡扣有两个，左右边各两个。然后的话呢把这个地方往前推，后面这个背包的这个部分啊，顺势的往后面压下来就可以了啊，卡进去，它公差算得很好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呢这个部件的话要旋转180度，里头有一块引擎盖的盖板弄起来啊，这个地方这个 C 型扣很容易去爆开啊，这等一下留意一下，头往后面推就行了。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胳膊往内缩进来，手的话呢先把大臂给收进去，先收进来，再把这一块部件呢给放进来。因为这手的话这个手臂比较大，所以我们先把手给进来，大臂的那个分离部件有一个移动的一个支杆，那个支杆可以协助我们啊调整它的空间。这一手的话就可以直接这里合并好，再直接的扣过来啊，因为这一手的话体积比较小啊，
比较简单一点。那左右两边扣一下，这里有一个盖板凸出来。那最后就是把这个部件塞进去。那这里有一个两边互相咬合的一个结构。这里的话呢，就是稍微的去左右边呢、啊，稍微去错位错开一下，或者是说呢，盖板最后再盖。那我的话直接硬滑卡下去就可以了。公差算的是很流畅的啊。那整个变形都行云流水般的变完了啊。那么相较于第二集是绿色的主体的话呢，这次黑色的主体，然后条纹的话呢，反而是跟前一集是相反，前一集是绿底黑条纹，这一次变成黑底绿条纹。哎，第二集是绿底黑条纹，这一次是黑底绿条纹。哎，啊，反正就是这个样子，滚动性很好啊！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有打铆钉的玩具就是不一样，车型可以说是近乎是完美了。除了里头有一个外星人在看你之外。透明的车窗啊，质感啊之类，尤其是黑色，而且是类似那种钢琴科啊，车尾灯啊什么都有的啊，细节真的很好。你看这个轮胎，哇塞，有这个铆钉滚起来就是一整个舒服啊。那虽然说有一个着动武器，你看它扣在车顶上，它在不，这里把它扣紧一点，它在不扣的时候啊，你看这个洞的话，你卡进去啊。你不扣的时候把它拔出来，那个洞在自己缝合上，对不对？这个非常非常的符合人性啊，就是跟人一样啊，就不用说这个洞自己合起来了。我说跟人的审美观念一样啊，你不需要它的时候就把它合起来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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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一个设计啊。但是这些设计到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啊。那这个玩具非常的有趣啊，丑是丑啊，但是就还是好玩的。那这还是要提醒一下啊，当年这个玩具是没有人要的，好吧？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提醒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